早安啊，现在6点，快要20了。今天要做 cheese 鲔鱼吐司。天呐，昨天在睡觉之前跟我讲说他想要吃这个。昨天我把气炸锅打开了，所以就可以来做这个。这个也非常的简单。闹钟。先拿吐司。等我一下哦。奇异的气炸锅啊，这一台最大好处啦，可以放2片，所以一次就可以弄两片吐司，就弄2人份。罐头上次有没有吃到一半的啊？有，这边还有一个吃到一半的，今天把这个用完就好。然后还有 cheese 在这里，cheese 在这里。昨天天啊，跟悠悠一起睡，他们现在还是会一起睡。好，怎么一直在叫？好了，好像有点少哎，不知道要不要开新的。哦，我拿到边边了，应该没有关系。有人起来了，谁起来了？是谁起来？然后，盖上满满的 cheese。够多了吧？那起来喽！
有人起来在刷牙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是阿优还是天哪。好的，好像是姐姐，姐姐起来了。想看要多久？这个应该200度，七八分钟应该是差不多。好，先来个7分钟。八分钟还七分钟呢？先七分钟好了。然后再来弄我们的饮料吧。巧克力好了，什么巧克力啊？巧克力牛奶没有巧克力，不可能，我们家一定有巧克力，只是放在哪边？巧克力呢？我们上次就是 Pocky 啊。应该有，我们不可能那么快把巧克力吃完。这边有没有巧克力？那时候 IKEA 有买好几条巧克力啊，哦，真的塞得很满耶。啊，没有巧克力吗？不行，我再仔细看一下，家里怎么会没有巧克力呢？都吃完了吗？因为之前在 IKEA 买巧克力，买了3条，哎，3条都吃完了，那就只能弄热牛奶了，就弄个热牛奶给他们喝，几分啦？30分，25分，30分再叫他们起来。调到热牛奶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喝咖啡。我就想要断，就是86断食一个礼拜，所以这个礼拜我早上应该不要吃太多东西，因为我的体重最近真的有增加的太快。我应该可以把我的杯子收去拿了，我金色的杯子欸。如果金色的杯子呢，他已经觉得太多杯子了，就把我杯子收起来。我会在底下，没有，在这。没有，我的杯子不见了，还是有在这。
对啊，讨厌呢，他把我的杯子拿去哪？我金色的咖啡杯，双层的。我用这个好了。先擦擦头。昨天我才把机器移来这个位置的。配个这个新的口味，新的口味是，我是拿蓝色这个，蓝色这个口味是，我看一下，北欧黑咖啡。冰起来了，牛，好了，热牛奶。看气炸锅好了没？啊，有点太焦了，不过还好，所以应该是抓在5到6分钟就好了，这样子是有一点点过头，哦，太黑了，下次就知道了。太久没有用这个气炸锅，所以这时候就要赶快把它拿起来。好了，这我想想拿过去。等下来聊一下最近的行程好了，就是接下来会去哪边什么的，就是最近啊，接着可能就是12月要去美国，那12月底原本要去美国之前面，12月中原本可能会有个日本的商案。可是日本那个商案啊，时间一直敲不定，因为我们只剩下12月
18那个礼拜有空，所以也许那日本的上岸就不会去了，应该啦。我想说直接用着来洗它就好了。哦，这样比较方便。然后12月回来呢，接着就是过年了。过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安排。姐姐好了，来吃早餐了。怎么了？六点半啦，刚好啦，你现在弄一弄。阿悠起来了吗？我先去叫阿悠。哦，你叫悠悠起来。又六点半喽，起来喽。哎呦。起来喽，我不会再叫你喽，六点半喽。然后接着过年，过年的部分啊，原则上我们也是有点小忙。天哪，我记得他们1月10几号就会，我在干嘛？好，先聊一下天。我记得就是他们1月10几号学校就放寒假，一放寒假我们就会先去长滩岛。去长滩岛其实是边工作，机票都买好了啦，边工作边玩。就是最主要有一个，我们要去一个在长滩岛的语言学校，跟他们做一些交换。所谓的交换就是其实我们没有拿任何的钱，就是他帮我们处理食宿机票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就去真实的去体验，这也很难假，很难，就是环境啊什么有的没有，这东西你要讲假也假不来。反正我也跟他讲，反正去我们就拍一些我们比较就是正常这样拍，然后再来回来之后，我们去长滩岛，我记得是在去大概10来天左右。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是比较算体验啊，不然其实以这样的行程应该要更久一点，就是学英文嘛，应该要更久。然后回来就是过年了，就我记得我好像是在除夕的前两天回来的。除夕前两天怎么了？我不晓得。阿悠还不起来哦，那我们不要理他，赶快来吃了，快点。然后过年的时候，我想吃，赶快。啊，就赶快吃啊。那我要先挑。我跟你讲，你吃这片。我。这片是有边的，你看。吃这片。哦，我鱼好像，你看今天够不够多？我有点烤得太焦了啦，可是背面还好，背面啊，正面我下次会烤，不要那么焦，好不好？然后过年还没决定去哪，就是因为要跟家人一起出去，然后之前因为有一个上岸在谈，所以一直没办法决定要去哪。那可能如果那个上岸没有确定的话，就是过年就是正常的去找。过年想去哪？去日本，去大陆啊，去年去上海，去重庆，迪士尼也不错啊。反正其实那时候去很少的。对啊，去个两天好不好？上海迪士尼感觉要两天。完全啊，玩的超爽。也是一个方法，还没有吗？我觉得今年很不好。为什么很不好？因为。我们以前寒假都放1个月多，因为会有跌到过年，后面就会接着过年。哇！结果这次只放了1个月。对啊，这次只放了1个月。因为跌到过年，对，就没有，只有1个月。然后过完年之后，我们就要去飞我们上次用长龙里程换的
那个四张票，其中的中间两张就是去巴厘岛，然后原则上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目前到寒假所有的行程。节太骄傲对不对？之前那嘛就是连白掉，但是连白都白不掉。里面应该不会赢吧？里面不会，是吗？对，因为他们挑食嘛。真的很硬。很硬吗？还好吧。那里面很好吃。吃东西要怎么样？对，就把它闭起来。把这个收一收。这个我想说，我以后就不用进洗碗巾了，就是直接这样让它自己搅一搅，其实就很方便。我怕洗碗机的温度太高啊，那毕竟它上面有橡胶，有橡胶的话就容易比较容易老化。其实温度其实已经很高了，非常高。关黑色好了。这个会辣的，对。哪个会辣？一点点，不是很辣，可是那很好吃哎！我跟妈咪昨天又把开箱拍完，真好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这有看到，我想吃，那就吃了。对啊，你可以吃啊，那个好吃。姐，我们家是没有巧克力的、啊。我今天原本要帮你们弄巧克力，我找不到。反正我就找不到，我就没有帮你们弄。我对我们家还有美露粉。美露粉我们下次还买，可是巧克力是不是也没了？没有。今天你整天还有半天，对不对？可能妈咪中午可能会帮你送便当。不会。她说不会吗？好吧，那你就今天就自己吃。我打算带这个噔噔噔噔。你打算带什么？香葱。香葱好啊，香葱配白饭就很好吃啊。对。对不对？对，我找到一个其中的金色的杯子，原来在这里。对啊，香葱配白饭就非常好吃了。每天就是早上，就希望把这边稍微把脏的碗盘放进去。学校没有煮熟的白饭，那就是中间是硬的咯。很硬很硬。那怎么办？你怎么处理？但是基本上是没有。什么？但是基本上是没有。基本上是没有。姐，你赶快去弄，你赶快吃啦，不要再。吃了。你吃要注意时间哦，我有叫你们起来，不要到时候睡过。我等下让他自己去上学就好了，不想再叫他了，每次都叫不起来。就是放了，就放着吧，不管他。悠悠还在睡觉，太夸张了。
怎么了？我觉得上学应该就是从10点上到6点比较好。从十点上到六点，什么意思？就上一样的几点，从10点上到6点。不一定哦。早起来你的时间会感觉比较多，真的。你看你六点，请问你回到家是几点？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上学就是，你如果其实有比较有效率的运用时间是比较早起来。那9点差不多，5点放学，差不多5点半，差不多还可以写得完。那写完你可不可以做别的事情？没办法做别的事情。对啊，就完全不行，完全一点点别的事情都没办法做。那一个小时拿出来睡觉。啊？那我宁愿把这个东西拿来睡觉。对啊。怎么会少一个这个？是掉下去啊？爸比。怎么了？记得有一个国家上学要2个小时。哦，好像有听说哎、欸，也有听，好像有人这样讲。哪一个国家啊？这个真好放的好，不会乱收。几分啦？我看一下，姐姐44分咯。我今天几度啊？今天几度？我查一下今天天气，好不好？今天天气几度？今天21到23度，21，对，21到23也是凉凉的哦，非常的凉。你说什么？今天也会下雨。今天应该会下雨，会下雨。这个礼拜好像都会下雨。下个礼拜。姐姐，你看你吃东西嘴巴都不习惯闭起来，我习惯闭起来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现在几点了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差不多准备出门了。看梯子。怎么样？梯子。现在还好啦，5分出门。好，现在快50分了。各位早安，拜拜。